完全 HSK 五级词汇。缺乏维生素会导致健康问题。缺乏维生素会导致健康问题。确认你的航班时间再出发。确认你的航班时间再出发。一群鸟在天空飞翔。一群鸟在天空飞翔。森林火灾导致了大面积的燃烧。森林火灾导致了大面积的燃烧。地球绕太阳转。地球绕太阳转。他热爱音乐，从不间断的学习。他热爱音乐，从不间断的学习。他对待朋友非常热心。他对待朋友非常热心。一个团队需要多样的人才。一个团队需要多样的人才。人类是地球上智慧的生物。人类是地球上智慧的生物。人生充满了起起落落。人生充满了起起落落。这部电影的主人物是一个勇敢的女战士。这部电影的主人物是一个勇敢的女战士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忍不住哭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忍不住哭了。请检查你的日程，我们需要安排会议。请检查你的日程，我们需要安排会议。我用日历标记了重要的日期。我用日历标记了重要的日期。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日用品。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日用品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考虑的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考虑的。更新软件可以提高电脑的性能。更新软件可以提高电脑的性能。清晨，露水洒在草地上。清晨，露水洒在草地上。嗓子疼可能是感冒的前兆。嗓子疼可能是感冒的前兆。夏天，很多人喜欢去沙滩上玩耍。夏天，很多人喜欢去沙滩上玩耍。